本土疫情五年的表述来，也教育部旗下就紧急宣布，各级学校的学生的不是去到学校上课，一下就开始改做远距离教学。台湾慈善研究实证对学生的不是去到学校上课的学习效果来做调查，就有65%的家长认为，提线上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。远距离教学对本土语言教学也是金额。体育、戏剧科也到，各从事实际指导的学科类来讲，是改道的限制。远距离教学是改变的教育的方式，是新的发展，也是新的考验。44年都有重新转到高人，小学生历史一记天天线上念课文，从完全恢复到念单个容额，方便起见这么怎么得介绍？我俩对行业线上来讲，大这么搞工学真紧莫简单，因为搞事业硬是最先看清楚，动手绕。线上就只好将最硬的打开，好看线上的最先硬是高入声、低入，好莫说基础音，好大嘴。呜的收尾音都小嘴，本身小朋友看清楚过后，声音呢以图的模仿。李清之下是提升课，对模拟教学来讲是重新铺服限制。对今年五月本土疫情爆发，教人全部改做线上的方式来教。台湾慈善研究针对56年学生停止到学校上课期间调查，发现有65.5%的家长认为线上学习效果不好，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线上学习效果并不得实体的课程。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会就是断断续续的。就是老师讲话，就是有时候听不懂。因为线上的上课，小朋友比较无专心，因为也会一心多用。有的声音的好高速低的，啊，线上上课的重吃到声音的无老线上互通方面比较安尼不能适应。没有线上认为从本土二年了就弹性扩张，系讲用线上来教，冇对学生做考核。评量机制系讲冇周全，线上当然对学生上课上到两半。我们没有那个机制，没有那个评量的方式，讲哦，家长有专门声音的科目啊，安尼唔对呀，我家是冇去追逐的方，哦，冇去考核的方，哦，冇去检查的方，安尼就唔对，就都在。虽然一下有7道主要的科目都做得如同普实性，但系线上补充教材的方式来上课，比如讲本土语言课、体育课、戏剧课、音乐课了，数课都从事现场指导，近距离教学系讲线上上课限制未动到。当然视讯上课冇安好，因为。真经学生嘅通咗，那系冇标准嘅素材，含喺假使讲家务下冇镜头，就单枪数据按细则听听，看唔到嘅通咗嘅全部嘅通咗。线上用电脑，无论系上课用视线来教，线上考试，线上落线下，恐怕中嘅教学模式已经变作新嘅方向。线上教学跟在实体课程是有所不同的。所以老师对课程教学的规划设计，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也是很重要的。面对疫情的变化，教人体育线教学模式太转变，认真疫情变化，为用科技辅助教学，每位系线上提出的优改能力自然。记者范秀妮，前日台北报道。